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马来西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遍洒，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心灯，开启心灵之门。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20年来无常忘我，救度众生，将佛法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使1000万人学佛修心，改变命运，启迪智慧，开悟人生，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今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慈悲，心系马来西亚佛友，再次来到吉隆坡与大家结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感恩卢军宏台长普渡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今晚的见面会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接着卢军宏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接下来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组同修们的佛学问题，卢台长将会现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首先让我们欢迎王同修与我们分享曾经患有癌症、家庭破裂、抑郁轻生的王同修，通过心灵法门，癌症彻底痊愈，家庭破镜重圆，让我们掌声欢迎。顶礼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卢军宏师父，感恩远道而来的法师们、师兄们、佛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海边城市，从小靠海吃海，犯下了很多的杀业，造了很多的业，落了一身的病。2015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心灵法门，看了师父的开示和图腾视频，我明白了因果报应真实不虚。我卖过新鲜的海鲜，打过胎，海鲜是从小吃到大，现在想想真的是后悔莫及，忏悔啊。2009年，我得了宫颈癌，晴天霹雳，命运就此改变。谁知祸不单行，术后不久家庭矛盾开始恶化，为了不耽误他的生活，2013年我们协议离婚。那段孤独的时光
我是生不如死，每月生理期肚子和腰疼得死去活来，当时总以为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多次去医院求助专家，帮我尽快把我的卵巢、子宫、宫颈快切除。专家无奈地回答我，子宫癌可以拿掉，可是你是宫颈椎切，医学有规定，只能这样。就这样，我常年累月吃止痛药，吃化疗药接近8个月，天天如地狱般折磨，身患重疾和婚姻的双重打击，使我的境况雪上加霜，身体越来越糟糕，最后导致不能工作。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忧郁症，这种痛苦的折磨只有我自己一人承受。我的耳边整天有一个声音在催着我，告诉我住9楼太低了，再上几层确保摔得死，让我快跟他走。多少次我想自杀来解脱痛苦，多少次半夜3更不停地来回走动，走到窗户边真的想纵身一跃，可回头看看孩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孩子和我的父母，他们是我唯一的牵挂，从那一刻起我要为他们好好活着。感恩菩萨妈妈慈悲，不抛弃罪孽深重的我。2015年3月，我闻到了佛法，走进了心灵法门，我发愿要静下心来好好念经，好好修行，努力消业障。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恩师慈父，通过运用四大法宝，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身体有了明显的改善。佛光注入了我的心里，我不犹豫了。往日的我脾气特别的暴躁易怒，看谁都不顺眼。学佛念经后，家人和朋友都说我的变化特别大。去医院复诊检查结果，连给我做手术的专家看后都很惊讶，上下打量我说，你的指标基本上都正常了。现在我的忧郁症、腰疼、偏头痛和严重的失眠等疾病都好了。以前坐公交车上下车都要有人帮忙，站不稳走不动，大便失禁将近2年，小便失禁3年多，按疗程电针灸，每次从头到脚几百个大长针，天天受刑一样，如同活在地狱里，生不如死。现在的我不仅能干家务，还能双手提几十斤重物，都特轻松。经文组和小房子跟上后，不知不觉把药都停了。你们看看，现在我哪像个精神颓废、身体多病、癌症缠身、关节僵直、每天徘徊在死亡边缘、怨天怨地的活死人啊！大家一定要相信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小房子真的很灵验。我通过念姐姐咒，前夫主动找我要求复婚，我说复婚可以，但是你要学佛，菩萨妈妈会加持咱们在一起的。我们一起谈论佛法，很自然的有了共同语言。他现在已经开始学佛念经了，而且我们也已经复婚了。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慈悲加持，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重新有了家庭的温暖，重新有了做人的尊严。2016年3月，我发愿终生吃素。同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万人大法会，天天目睹师父看图腾，救人那么辛苦，嗓子都哑了，心里感觉
特别的心痛。2017年，我参加了马来西亚法会，第一次做义工，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拎着大黑袋子在各个会场上捡拾垃圾，谁能想到，曾经的我是一个捡东西需要先跪下才能捡起来的人啊！八月二十八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终于拜师了，我泪流满面，心怀感恩。师父给我灌顶加持的时候，我说菩萨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请师父带我回家。师父说一定的，一定的。师父拍了拍我的左肩说，好孩子，好好修。我激动的无以言表，从师父手中接过弟子证，更坚定了我的信心，我一定继续努力跟随师父弘法度众，一门精进，永不退转。至今我已念诵5000多张经文组合小房子，放生25000多条的鱼，我在1200多个群现身说法，我终于自己度成功了自己，感恩菩萨慈悲保佑。一人修行，全家受益，心灵法门佛光普照。我女儿去年通过自学考进了北京一所名牌学校的本科生，所考的专业要求非常严格，难度极高。我运用四大法宝为女儿念诵心经、准提神咒和小房子，每逢考试我都会为她助念经文。2018年12月29日，我们收到了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的慈悲加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心灵法门四大法宝真实不虚。希望师兄们通过我的分享能够坚定道心，精进学佛，我一定不忘初心，学师父无我利他，弘法度人，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一门精进，永不退转，一世修成，永断轮回。下面让我们欢迎曹同修与我们分享，患有白血病被医生判死刑的太太，绝望之际结缘心灵法门，通过念经许愿放生，所有指标全部恢复正常，让我们掌声欢迎。这是花筒。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感恩师兄们，师兄们大家好。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亲身经历的事。我爱人在医院查出髓系急性白血病 M4A， 做了5次化疗后，血细胞一直不长，身体再也不能做化疗，也不能接受移植手术，是被医院的教授医生放弃治疗的白血病患者，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回家养病等待奇迹。我爱人抱着等死的心情在家里煎熬，看着让人心痛，他每次痛哭时，我劝他去医院，他死活不答应，让我束手无策。我这样在家里待了快一个月，幸好从隔壁邻居接触了心灵法门，师兄们像家人一样关心我们，鼓舞我们。师兄们对我们说，有观世音菩萨在，病一定会好的。师兄们告诉我，许愿、放生、念经，
由于严重缺红细胞，爱人心跳达每分钟200次，被送进了抢救室，输了2袋血红细胞后，心率恢复正常。医生让我们2天做一次血常规，就这样每隔1星期输一次血。输了2次后，我梦见我妈妈打电话，让我去医院接他们出院，说我爱人好了，以后再也不用住院了。梦中我来到病房里，看见我妈妈正在用毛巾包一尊观世音菩萨。第二天早上，我跟爱人说，梦见了观世音菩萨，你可能有救了，不用再去医院治疗了。果然，从那以后再也没去医院输血了。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天无绝人之路，受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们接触了心灵法门。刚刚接触时什么都不懂，感恩师兄们带着我去放生，帮我们在家里设佛台。自从出院回到家，他身体极差的爱人一直吃不下饭，有时发烧，经常咳嗽，走路不稳。第一次放生的那天到晚上，我惊奇地发现爱人咳嗽声比以前少了许多。更神奇的是，第二天也没听到医生咳嗽声。当天后每餐吃饭半碗饭，人也想着精神好了点，让我们重获了生命的希望。感谢同修师兄们，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设佛台时，我和爱人许愿终身吃全素，不杀生，好好念经还债。刚开始我爱人精神很差，没法念经。从同修得知我可以给爱人念经，于是每天上完早香后，跪在佛台前面给爱人念21遍大悲咒，21遍心经。我也不知道念了多少天，大概10来天吧。一直怕冷的爱人突然跟我说，他觉得身体暖烘烘的，没有以前那种怕冷的感觉。我才知道每天我给他念的经，观世音菩萨都加持到他身上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看到爱人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更加努力地念经，开始念小房子。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爱人突然发烧38.2度，不知怎么了。我第一想到不是吃退烧药，而是向观世音菩萨许愿，我给爱人念27遍大悲咒，祈请南无观世音菩萨帮爱人退烧。念完经后竟神奇的退烧了。1个月后，我爱人可以像正常人生活，可以自己念经，可以出去散步，每处去放生我们一起去。3个月后，我爱人自己也开始念小房子。最近爱人去医院做血常规检查，结果让我们俩乐开了花。自从病后，血常规从来没有正常过，这次竟所有指标正常。在我爱人过43岁生日后，我梦见爱人从天桥上摔下来头着地，但他很快站起来跟没事一样。这是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爱人过了一个劫。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现在我们修心灵法门1年了，我爱人就像正常人一样，每次去医院做血常规都次次正常。心灵法门、许愿、放生、念经三大法宝真实不虚，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有菩萨在。我夫妻今后一定要好好念经修心修行，用今后余生去放生、向心说法、度有缘众生。
我的分享就到这。有如不理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各位同修，祝同修们学佛精进，法喜充满，感恩。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毛里求斯的高文丽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让突发疾病的先生重获新生，三大法宝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感恩福友们。一年前，我先生给人下了杠头后开始生病，呕吐，呼吸困难，自言自语，无故发火，很暴力地摔打东西，晚上不准开灯，不睡觉，还半夜里发出很恐怖的叫声，可以叫上几个小时。他把喜欢的东西都藏在床下，把玻璃瓶往马桶里面扔，吃东西要在睡房的床上吃，并要把门关上不让人看到，外出时在大马路上闯红灯，很多车都在按喇叭，但他好像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一样。我带着先生看了很多家医院都没有治好，慢慢的先生开始不吃东西了，体重从生病前的160磅减到了80多磅，再后来发展到积极去医院看病，病急时这样下去肯定活不了，我心急如焚。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的朋友说唐人街有个观音堂，我就找过来了，体验了心灵法门。经过师兄们的讲解，我明白了我先生是灵性病，看了师父的视频，知道了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治灵性病的诸圣灵验，我看到了希望，我的先生有救了。我开始应用三大法宝救治先生，先生逐步好转起来，先生身体好转让我看到了有机会参加新加坡法会。法会期间我先生吃不下东西也走不动，每天都需要师兄们拖着扶着才可以往返会场和酒店。5月11日在会场，我先生突发疾病，心脏停止了跳动，没有了任何的生命迹象，义工医生们赶来抢救，我拼命地求菩萨，师兄们也帮助念大悲咒，还有师兄为我先生转了法会的功德，我先生奇迹般地醒过来了。被送进新加坡当地医院后，先生就能用英文回答医生的问诊，医生确诊一切正常。第二天，我先生开始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早上吃了很大的一碗面，去会场也不要人扶了，走得比谁都快，非常的精神。在会场里也开始很认真地学念经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感恩所有帮助我们的师兄们，让我的先生逃过了一次生死的劫数。从法会回来后，
我每一天都在努力，因为没学多久，小房子每天也只能念一到两章，先生身上的灵性要得很急。一天晚上，他第二次又因此而过气。先生在医院抢救的过程中，我拼命地求观世音菩萨，师兄们也慈悲地助念大悲咒。到凌晨一点左右，他的心脏恢复了跳动。这一次他醒过来后，眼睛不睁开，也不讲话，不停地在打哈欠。当我一走进病床前，他就会对着我重复地做一个动作。我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就不去理会他。他很生气，用手去打床边的栏杆，然后又继续地重复做这个动作。我还是不明白。第二天我去探望他时，他又在我面前做这个动作，我才有一点意识到他做这个动作是在要钱。我就从包里拿出钱给他，他又生气了，头扭到另一边去。在场的有我先生的兄妹，但是他只对着我多次的做这个动作，他兄妹看到了也不明白他想要什么。这时我脑袋里一热，哦，他是在要小房子，是灵性在他身上要小房子。我就试着许愿，我在一年之内给先生陈荣华要经者800张小房子。我一边讲一边用手机摸他的头，我重复地讲了好几遍，我先生开始平息下来，好像睡着了一样。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对我做过那样的动作了。感恩卢台长，在我先生第二次危难之际，为他慈悲看了图腾。我先生能够安全地度过第二个生死劫难，也是师父的加持庇荫。感恩慈悲的卢台长。至此，我加紧念小房子给我先生。在观音堂，我代表先生许愿吃全素，许愿不杀生，放生20000条鱼，念800张小房子还债。我先生好起来以后，我们一定现身说法，在毛里求斯弘扬心灵法门，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今年的6月30日，师兄们帮忙我设了福台。从设福台开始，家里天天檀香味很浓。我梦到了台长法身到我们家，台长先到我们家福台前转了一圈，然后去我先生的房间。感恩台长慈悲加持。在我小房子烧送到400多张的时候，我先生就可以下地走路，能吃能喝了。而且晚上梦中菩萨告诉我，先生的杠头已经解了。真的是法喜充满。当我烧送小房子到600多张的时候，先生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开车出门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卢金红台长，把这么好的法门传到人间。感恩心灵法门让我先生有濒死到现在能够正常生活，重获新生。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救苦救难真实不虚。我现在每天都在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听师父的录音，深深知道人一定要好好的学佛修心，才能明理，才不愚痴，
不学佛站在红尘世间，出现问题了也不知道错在哪里，更不会有好的办法去解决。人生就是梦一场，心灵法门就是要唤醒所有在梦中挣扎的世人，还在犹豫的人，一起学佛念经吧。可以让你身体健康，知因懂果，净化心灵，改变命运。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的存在，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大慈大悲，有求必应。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请护法菩萨原谅，谢谢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王同修与我们分享，十九岁的儿子突发急性白血病，心灵法门令他们知因懂果，战胜病魔，恢复健康，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与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力他的师父，感恩大家。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我和十九岁儿子通过学习心灵法门后发生的奇迹。白血病的儿子经过了三年的人间地狱罪，八次化疗又复发，运用三大法宝，在菩萨慈悲加持保佑下，儿子恢复了健康，在2018年9月份又可以去上学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虽然我们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现在我们懂得了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是得到观世音菩萨救度的幸运者，这也是最好的安排。感恩一切让我们遇到这么好的法门。儿子在十岁时他父亲突然去世，就剩下我们母子相依为命，过着朴素平淡的生活。在2015年的8月，灾难再一次降临在我们这个已经很不幸的家庭。16岁的儿子考上高中，刚刚入学一周，身体像感冒一样很不舒服，浑身无力，连续2天发烧，去医院诊断是急性白血病。听到这个消息，我崩溃了。我只能再一次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带着儿子一起对抗病魔。有句话说得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叫故事，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变成事故了。白血病是多么可怕的疾病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还有能令人崩溃的心理压力，以及我们老百姓不敢承受的高额医药费。师父说过，白血病是很大的灵性病，如果没有通过学佛念经，
超度生身的妖精者一般都会人财两空，但我们也是很有福气的，也许是累世的缘分。非常感恩我的同事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学佛群里，那是师父刚好在开法会，群里每天都有师兄们发师父的录音或图腾视频，我看完后感到又生气又不可思议。一天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或了解过佛法，总感觉念经学佛念经是庙里的和尚呀尼姑做的事，与我们无关。现在想想实在是愚痴。师父的录音和图腾视频让我明白了知因懂果，我不再埋怨命运的不公，明白了家里面这一件件的大事是我们前世今生自己所做的恶业感召的。在这里我向观世音菩萨我师父忏悔。在2017年3月底，师父帮师兄帮我联系到了北京当地的同修，给我们送来了学佛资料。儿子也是很有佛缘，当天拿起经书来阅读，看完了入门手册，毫不犹豫的就开始做功课，念经文组合小房子。生熟的经文，儿子几天就全背会了。那时候刚好是清明节，儿子为他的要经者烧送了第一波3张经文组合小房子。观世音菩萨就是儿子在梦中提示，是一个亡人来要经，并给了一个数字。大家看看，孩子虽然做了11个化疗，并且还做了强行移植手术，要经者还在身上。要是没有福气闻到这么灵验无比的法门，要紧着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最后我们也肯定是人财两空。这就是师父说的欠债还债，欠命还命，种什么因你就得什么果，因果真实不虚，因果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现在菩萨给我们人间这么好的法宝，让我们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经文组合小房子还债化解灾难。经文组合小房子太好了，心灵法门太灵验了，我和儿子也太有福气了。一个月后，我们在北京租出的房子简单地设了佛台，我和儿子许下终生吃全素的愿力，儿子也为他的要经者许了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数量。在菩萨加持保佑下，儿子身体越来越好。由于在北京人生地不熟，我和儿子用手机导航找到可以放生的地方，骑着小黄车去超市买鱼放生。在菩萨加持保佑下，儿子每天可以念诵4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念到95张烧送下去后，要经者再次出现在孩子梦里，跟他握手告别。第二天就是医院每周星期一做血常规检查，果然各项指标都快接近正常了。孩子真的是一天一天好起来了，专家批准我们也可以提前回老家了。孩子高兴的当时就跳起来了，我和孩子都知道是大慈大悲那观世音菩萨保佑加持下
我们才有了今天。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说过，人在最苦最难的时候，佛法就进入心中了，因为你碰到了本性，佛性就出来了，这样我们就会去念经学佛，但是代价也是很大的。世事无常啊，今天很幸福，明天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同样的，今天很痛苦，明天也会好起来的。就像我孩子16岁之前一直以为灾难离我们很远，人生无常呀，我们经过了3年的坎坷，那是每一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白血病太可怕了，如果我们没有福气闻到佛法，我们最后也是人财两空，孩子也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好。感恩观世音菩萨。佛法不是迷信，而是教育。每个人都是带着业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像档案一样，随时都跟着我们，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国宝来了就晚了。看看我们的国宝多么可怕，如果早点念经超度冤亲债主，可能就不需要受这么多苦了。临时抱佛脚代价太大了。现在我们学佛已经2年多了，通过心灵法门的4大法宝，孩子身体越来越好，现在什么药也不需要吃，各项指标都很好。佛菩萨不舍众生，只有众生舍弃佛菩萨。我们做错了，只要我们好好念经忏悔，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分享中若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请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李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肺癌痛苦不堪的李同修，通过心灵法门诚心忏悔、戒杀放生，发愿普度有缘，癌症神奇消失，医生叹为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善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卢俊宏台长，希望我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人通过我的亲身事例相信佛法，深信因果，断恶修善，修心念经。感恩。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工作事业非常顺利的前程，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使我改变了命运。2007年的3月，我的身体免疫力突然下降，经常感冒发烧，
浑身无力，并伴随着头晕咳嗽，吃药后烧退了，但头晕咳嗽的症状一直未见好转。六月份，我去医院全面体检时，才发现了原因，被医生诊断为肺癌。全家人听到了这个信息，都惊呆了。当时我也吓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后来经过多家医院的复查，确定了出诊的结果。拿到确诊单的那一刻，我万念俱灰，只觉得天都塌了。那一年，我一开始，我选择了保守治疗，试过多种偏方、多种疗程，花费了近300,000元后，病灶冷艳没有见效，不得已，我做了手术。术后，刀口周边部位麻木无知觉，却留下了严重的背痛、腿痛、咳嗽等后遗症，加上漫长而痛苦的化疗，我被折磨得苦不堪言，生不如死。一位佛友引导我修习佛法，使我已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时光。2013年的10月，我听闻了心灵法门，解阅了书籍和光盘。连续一周，我反复观看录像和法会的录像，心中充满了震撼和兴奋。又学习了一明二运三风水、白华佛法等大量事例，让我认识到三大法宝灵验无比。我开始念经、许愿、放生。我首先许愿为自己打胎的孩子念108张小房子。当念到80多张的时候，被打胎的孩子被超度走了，神气与法喜坚定了我学佛的信心和决心。当我为自己名字药经者送了200多张小房子时，我感到身体明显好转，手术后的后遗症、长期咳嗽的症状明显减轻，心中感恩之情无比言表，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卢俊宏台长。由于没有坚持为自己好好念诵小房子，2015年10月底，我的左胸口突然疼痛难忍，不敢喘气，无法入睡，连续几天症状都没有减轻。我就烧送了21张小房子后，感觉到好多了，没有继续烧送。11月底，情况就再次恶化，医院诊断为肺癌复发，左肺又长出了结节，医生建议我立即住院手术。此时的我虽然很害怕，但学佛这2年多使我明白了当年肺癌就是业障爆发所致，如今复发了，说明还有很多的业障没有消除，还有很多不入理不入法的表现。我放弃了手术，回到了家，我跪在佛台前，泪流满面地向观世音菩萨忏悔：菩萨妈妈，我错了，我没有好好听从恩师的教诲，自以为学佛很精进，业障消掉很多，每天除了功课之外为自己念诵小房子就停了下来，主要是为家人念诵小房子，自身就业未消尽，又背了很多的细业，
最终导致业障再次爆发。我在佛台前深深地忏悔，并向观世音菩萨妈妈许愿：一，永不杀生，终身吃全素；二，放生10000条鱼；三，许愿1000张小房子；四，注印经书弘法；五，病好后一定要现身说法，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帮助我消除业障，化解恶缘，去除身上的病痛。我调整增加了功课的数量，抓紧时间念小房子，和同学们一起发经书度人。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在1个月以内就放完了10000条鱼。之后不久，我梦到了观世音菩萨来到我的身边加持我，我当时就喊菩萨妈妈救救我呀。惊醒了以后，心里十分的温暖，心里好感动啊，菩萨妈妈太慈悲了，有求必应啊。后来我又梦到了参加放生，看到了清空碗里佛光普照，莲花盛开，鱼儿活蹦乱跳地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的法喜。更为惊喜的一次是，我梦到了师父的法身来到我的身边和我握手，笑呵呵地鼓励我好好修啊，你没事的。我开心地笑醒了，并告诉我的家人我梦见师父了，师父说我没事了。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感恩师卢俊宏台长的慈悲加持，许愿念经放生，配合重要的治疗，我身体状况越来越好。2016年香港法会回来后，我许愿的1000张小房子也烧送完了。8月底我再去医院检查时，我的肺部症状全部消失了。化验结果各项指标全部正常，医生无比惊讶，感叹真是奇迹。师兄们，我闻到了佛法，遇到了恩师，运用了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是菩萨妈妈慈悲保佑了我，是恩师卢俊宏台长慈悲保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重获新生。我一定要跟随恩师卢俊宏台长学佛修行，一门精进，永不推转，一时修成。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若有不入理不入法的地方，恳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恳请龙天护法菩萨原谅，恳请恩师卢俊宏台长原谅，恳请师兄们原谅。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聆听的师兄们背。感恩。